大家好，我是霞姐。今天给孩子炖一个肘子啊，给孩子增增肥，争取一个月把这六斤补回来。现在把这肘子用水焯一下。是丰盛吗？丰盛吗？其实就是肘子，然后做个茄子，凉拌个海带丝。看着，就挺有食欲的。你看你都多睡了。自己拆点茄子。快自己拆。今天中午多吃点肘子肉啊！好，我这倒挺幸福。我这考完试，人家都说，考试前是，吃啥有啥，考完试是那个有啥吃啥。我这考完试了，我这也是，吃啥有啥，吃啥有啥。这不给你增肥吗？多吃点。问题是考试前有啥吃啥，你不吃啊？全让我吃了呀！长路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？白云奉献给草场。江河奉献给海洋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